活着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哈？我觉得我要如果把人最基本的东西这个来概括一下顺序的，我认为第一是健康，第二就是自由。没有健康，人肯定生命就本身就失去了基本的东西哈。问题是健康的人他怎么活得好呢？那得自由啊。我曾经跟我们那个国外的司法系统的监狱系统的人聊天，他们那个大家都知道北欧的那监狱那简直是特舒服，一人一间，有电视有电脑啊。他们介绍说我们这条件怎么怎么好，最后提了一个问题，我说那你们那犯人到点还愿意走吗？他说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来，都到点把腿都走，他离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不自由，他只能在屋子里待着，不能出去，人出去都是限时间的。所以自由是生命很重要的东西。因此我们现在很多人读到大学，他为什么说人活着为什么，他从来没有自由过，他没有快乐过啊、嗯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研究动物也讲这个，比如说我们一个教授曾经到英国去读书，他说他到超市去买鸡蛋，一盒鸡蛋是一个，还有一盒里是六个，结果他一看价钱，那一个比六个还贵，他不明白了，拿着这就问那个管理员去了，说这是鸡生的吗？说是，这也是鸡生的，那为什么价钱差别这么大？人家一直那个说这是有鸡权的鸡生的蛋哈、嗯，鸡权的鸡，什么叫鸡权的鸡呢？这鸡它当鸡它自己有权利，它哒哒哒一边走一边溜，它一会儿吃个小虫子，一会儿吃个虫草根，一会儿吃个石头子儿，哎，从外头看看风景，看看阳光，挺好哈。还有一种鸡呢，是被摁到那个一排一排的房子里，对吧？叭叭叭一会儿一盆和好了，叭叭给你什么你吃什么，你根本没选择的权利哈。人也一样啊，对吧？人要没有咱们这种自由的权利，你说他怎么能健康呢？